四边形特展里面有什么呀？里面有许多关卡，闯关成功就能获得四边形勋章。听起来好帅哦，我们赶紧进去吧。勇敢的冒险家，你们准备好迎接挑战了吗？第一个任务，用四根扣条做出二个不一样的形状。太简单了。请仔细观察这些形状的边、角、顶点，发现了什么？这些形状都有四条边、四个角、四个顶点。像这样有四条边、四个角、四个顶点的图形，称为四边形。闯关成功！进入下一关之前，请把对边、邻边、对角、对角线放在心里。对边、邻边、对角、对角线。狐狸妈，我们来认识对边、邻边、对角、对角线。在四边形中，相对的两条边称为对边，共用顶点的两条边像邻居一样相邻的边称为邻边，相对的两个角称为对角，而相对顶点的连线就称为对角线。一个四边形会有两条对角线。对边、邻边、对角、对角线，我记下来了，挑战下一关了。下图是有四条边、四个角、四个顶点的四边形，请问线段 b、f 的邻边有哪些？线段 b、f 的对边是哪一条？角 m 的对角是哪一个？这个四边形有几条对角线？把它们画出来。答案为：线段 b、f 的邻边是线段 b、p 和线段 m、f， 线段 b、f 的对边是线段 p、m， 角 m 的对角是角 b。这个四边形有二条对角线。狐狸猫和小树蛙来到第二关，发现墙上挂满许多不同的四边形。欢迎来到第二关，请把正方形放到蓝色桌子上，把长方形放在绿色桌子上，旁边的直尺和三角板都可以使用哦。这些图形全都是四边形。这关的任务就是要从这些图形里找出正方形和长方形。超简单，甲是正方形，乙和戊是长方形。为什么呢？图形甲四个角都是直角，四个边一样长，所以是正方形。图形乙和图形戊四个角都是直角，且两双对边分别一样长，所以是长方形。很不错哦，不过还有一个正方形没有被找出来。我找到了，图形丁四个角也都是直角，而且四条边一样长，丁也是正方形。答对了，四个角都是直角，两双对边分别一样长的四边形称为长方形。四个角都是直角，四条边一样长的四边形称为正方形。我还发现图形丙跟图形辛它们的四条边的边长都一样长耶。图形丙跟图形辛虽然四个边一样长，但四个角不是直角，不是正方形，而是菱形。太棒了，我又多认识一种四边形。请观察下列图形，哪些是正方形，哪些是长方形。答案为 B 和 E， 它们的四个角都是直角，且四条边一样长，属于正方形。 F 的四个角都是直角，两双对边分别一样长，属于长方形。特别注意， A 看起来像长方形，但是它的四个角都是弯曲的，不是直角，所以不是长方形。
观察剩下的图形，哪一个是菱形。答案为 B， 图形 B 的四条边一样长，属于菱形。一，四条边一样长，且四个角都是直角的四边形，称为正方形。二，两双对边分别一样长，且四个角都是直角的四边形，称为长方形。三，四条边一样长的四边形，称为菱形。